这个屋子到底有多便宜？只需要488千，你就能在 Bandar Seri Damansara 拥有这个700方尺的 freehold 屋子。来，我们做个考察吧，没对比没伤害。比如就在300米附近呢，有这个2014年建好的 Azalea Residence。仅有614方尺，但是价钱就要550千起。然后在我身后这间阿迪沃税呢，就在500米附近，607方尺也需要600千起哦。别说这间高级公寓是在 Bandar Seri Damansara 最便宜的屋子，就算在附近的城市里，比如 Gerbong、Desa Park City、Sunway SPK 还是 Damansara， 都不可能找到500千以下的 freehold 屋子。这个公寓是占地20 acre 大发展里的 phase one， 所以价钱便宜，而且以后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哦。在这片20 acre 的大发展计划中，除了有高级公寓，有 hotel、grocery， 还有更多的商店，楼下还有5 acre 的文艺公园。这个公园在大马非常少见，主要提倡的艺术包括音乐、电影、绘画，还有舞蹈等等。为了方便这里以后的居民，这里的商店起好了， grocery 也开始营业了。好上加好的是，附近300米就有已经建好的 MRT 柱，而且居民们可以用 Link Bridge 和 Covered Walkway 走路前往。使到这间屋子不仅非常适合居住，而且非常有价值。如果你渴望拥有地点漂亮500千以下的屋子，马上点击以下的 link 和我预约时间来参观示范屋吧。